布灵布灵，你的是什么？这是啥？我没看。嗯，干嘛？可爱。嗨。谢谢。晚上好，大家。哇，这两天没睡，我都瘦了。真的？嗯，你看我。那我应该也瘦了。嗯。憔悴。憔悴，谢谢巧克力。谢谢玫瑰花。别人的颜色的微妙，关键是谢谢玫瑰花，谢谢玫瑰花。练的也是那样，哪有，明明就进步很多。我就很，你可以否定自己，你不可以否定我，我为你陪你排练的成果。我都无语了。唉，嗨，对啊，不然我白陪你排了。跳的挺好的，真的还不错，大家夸夸他呢。棒棒在哪里了？现在我看回放，哇，也太抢拍了吧！就是感觉我你做很做东做做不到位，做的很急，不是做。就是我感觉我就是在赶着。对，你就做动作蛮赶，做完了我赶快要做下一个动作的感觉。你生怕忘记，赶紧做下一个。对，好像是我就是赶快把我这个动作做完，赶快做下一个。晚上好。明天还在。好看，都看了吗？大家头发都乱乱，而且是假如我一段一旦谢谢哦，姻缘哦，姻缘可以发，谢谢你张润，发一发。然后好听吗？然后我跟你们说，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姻缘，比如说嘛，是那天很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姻缘是那天很早的时候出发去小二哥那儿，他的小作坊，很简易的棚，也没有不能算棚子，就他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就一个麦在那，我都忘了我刚刚要说什么了，坐着录的。哦，就是我稍微。如果一会那个动作，我就想好奇怪，而且他没有装声卡，录音的时候听不见自己唱的什么东西，我就会很赶，我就会开始做下一个动作。好听吗？对，对，我稍微只要会了，不是不够排面，他刚搬家，哦，就是，如果我然后他家里就还没装好，你忘的话，然后我动作就会一片空白。非常，然后我稍微会了呢，我就抢拍。非常感谢小二哥，我就觉得自己蛮牛，友情赞助。我稍微会了，亲情赞助，我不会，就是，还辛苦他，就没有那么来我们熟练，我就来我们脑子就郊区会空白，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请了请了，已经请吃饭了，那天请吃饭了，对，谢谢他辛苦了，非常好。我帮他找了一个，长得好像他哦，他最近有那个新的舞蹈要发，新的单曲发了，然后我还找了我的 B 站的舞剑朋友，帮他一起翻跳。是啊。麻烦大家把硬币能投的都投给他，谢谢。是我刚。对，他有新歌。那叫什么来着？谢谢。我觉得怎么觉得扎着？应援棒。其实还是挺紧张的，挺紧张，不要紧张，明天还有。这个方向好像亮一点，妆都没了。好羡慕啊！别人就是如果练的话，一下就会，就是会跳得很好。我练了还是这样子，嗯，好无语啊！谢谢黄英俊，不英俊。大家好，我穿了裤子哈，大家不要误会。盖一盖吧，还是去加班啊，这就加班啊。很多人啊，就他们会学得很快，然后又而他们又不容易紧张，就上台，即使他们比如说在台下说他们不紧，就是有点紧张，因为他们上台，万一他们是骗我的吧？什么蝴蝶结？我都无语了，每次就比如说有人说，因为他也是比如说第一次跳或者好久没跳公演，跟我说他也有点紧张，结果上去 B 站号好，哇哦，真的，我就很无语。好吧，
把你姐姐的 B 站号也给你姐夫投点币好吗？是啊，谢谢。为什么？人家是，人家。对，长头发，长头发。哦，我的头发真是太诡异了。那最近不太好。哇哦，谢谢黄英俊。我觉得眉毛画的好搞笑啊，还是要刘海吧。哼，怎么会这样？因为我的颅顶很低，啊、谢谢，知道吧？谢谢。黄英俊不英俊。哦，前四首那个蝴蝶结，你们喜欢那个？什么表情？大家看我的刘海已经开始不正常了。你还紧张吗？我现在不紧张。我现在为什么？前四首那个蝴蝶结，哎呦，小心小心，哎呦呦，哎呦呦呦，光头，嗯，引进汉是什么？我快被挡住。有点像个男人，又有点像一个女的。又有一点像一个刚剪的这里毛。尹静汉是谁啊？你立刻拿来百度。知性啊，对，我是女的，应该是搞笑的吧。好像今天像姐姐，我本来就是姐姐。不是，谢谢你的夸奖。什么、哦、太瘦了，笑的今天肉都啊扯着，讨厌。嗨，你好。我不要像男人了。求求了。你的耳朵，好，我救救你的耳朵。你们过来一点。不想像男人。谢谢。好吗？谢谢黄英俊不英俊，谢谢玫瑰花，谢谢黄英俊不英俊，哇哦，权杖我好久没看到。对，很气质，是不是？可以说我瓜，可是不能说我像男人。嗯，这是底线问题，好吗？我才不像男，就像无语了。林芝天天说我像朱一龙，怎么了？就是很像男生嘛。谢谢全中，谢谢黄英俊不英俊。啊，我是那个魔法少女，拿着那个权杖。虽然我2019年确实觉得自己很像，就是我那个时候很瘦很瘦嘛。短发长发，什么淡妆浓抹总像也不对，长发短发。谢谢谢谢。那还是不像。他没有在拉踩了，他只是不想像男的而已。对，我只是不想像男的。没有拉踩。公演没头的直播哥，谢谢。抓起来怎么样？谢谢你。只能说毫不相干。可是我2019年自己都觉得像。离谱吧？我这头发太卷了吧？谢谢英文棒。对对对对，我真的好像光头。我今天收的布丁儿，是吗？耳朵被我拔下来了吗？哦，没事。不是吧？2019年。布丁儿。不要刘海的话会很粗而已。Melody。然后什么？看不到弹幕呀，因为你卡了。我是软妹。2019年是美女。对，我短发就是丑人。短发就是可爱。懂，也不可爱了，看直播都不想去工作了。你的工作着急吗？如果不着急，你还是可以看一会再去工作。如果着急的话，加油，加班加油，为你鼓气，为你加油。谢谢来瓶维他奶。啊，那你就自己要那样说。拿着魔法棒。长野雅美又是谁？我只知道打算明天再做作业。你作业多吗？对，张润只像张润。等声大一定会刚说把会翘掉。对啊，我就不像真的、啊、
不行，因为越说张越翘、哎、什么翘班，越说像男的不是要扣钱吗？好吧，圣诞现在还没，就没有特别特别定好。双马尾，就是、大家都在抢时间了。我是一个双马尾。哼，我也，我单马尾。我性感侧分。圣诞一定来，正好周末。可是我的朋友说我的那个香蕉的声音像一个少年。五月。路过的蜻蜓还在啄你。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我头发应该卷一下。我觉得头发太贴头皮。对，五月好多圣诞还有别的事儿，所以。我跟你们说，我以前唱歌就是初中小学都是喜欢那种很可爱的声音，然后我就会掐得上一直唱，然后。完了，有头发进眼睛。现在我发现，那种好。香蕉对话是设计好吗？香蕉对话，告诉你们是排练的时候，我呢不小心跳错了一个动作，然后就开始破口大骂我，是吧？嗯，早就转了，我之前这么长剪的开始，他就开始骂我。我自己然后我们就像个男的，还是为什么觉得会跳香蕉？后来哭了，他怎么会哭？他脸皮那么厚，怎么会哭？小声是什么意思？小声是什么意思啊？哦，真的。好吧。吓得都不敢推荐。我说男的是吗？男的在那扎双马尾。哈哈哈哈！嘘。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找到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你头像我看看。啊哈，这么样假发。哦，打到我了。哈，真的无语。孩子开始疑惑。孩子有点饿了，谢谢奶茶。之前有个粉丝就是说的，我以前一直跟他说我像没有多拍几张，就唯一拍的那几张都在微博了。他本来不觉得的，越看越觉得。剩下的明儿拍，没点呢，不知道吃什么。我都无语了，谢谢。Thank you。哦，好像还有，明天发。那我以后说我像。我以后说困了，你好呀。我以后就说我像那种大美女。吃蛙。这样子，是不是大家？蛙蛙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它呢？吃个火鸡面，昨天在吃，今天虽然也想吃，但是我好像也想吃蛙，我想吃蛙蛙，哦、你想吃吗？不想。那我点。那朋友们，我去点个蛙蛙，好吗？等我一下。还有十分钟，我快点点一下，等我哈。你看的都不是他最近的舞台，我回来了，首页刷到了，我去点了一个娃娃前辈的那个什么舞，然后去点那点，就顺就是顺点好了，谢谢奶茶，顺着看到了沈小爱前辈，
怪怪的，我的刘海。对，点的很快，对不对？因为很有目的性，就是点哇哇，所以就找到哇哇那一栏，然后找自己平常吃的那几家，然后下单。干嘛？嗯。怎么突然看我？啊，我只是看一下而已。干嘛？你看的好奇怪。但是现在不像。好突然。是我照镜子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发型也。发色很像。对，也不是发色，但是它的黄一点。接近吧。哪家蛙好吃？哪家？这里能点到外卖的其实都不好吃。哇，好像个男生啊。点的是一个，点的一家牛小蛙。好吃的都得去外面吃，但是现在太晚了，吃不了。哦，明天不跟车，朋友们。我不要像女装大佬。没有娃来的。对，还是得店里吃比较好吃，娃娃。我刚刚困，现在还好。对，你不要早起。我们应该几点去？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公演前一个小时，那就是2点，那就是1点到。我没有说我像男人，差不多，是你刚刚自己要说的，谁说的，把他给揪出来骂他。这么早，12点到那么早。我刚刚还说不要说我像。完了，我这个眼睛红了。对不对？谢谢谢谢。怎么会这样？是谁？为什么秋天的奶茶到夏天都还有？应该做一个中泰没有好吃的，谢谢秋天的奶茶。中泰没啥好吃的吗？中泰好像我们一般就吃麦当劳。对，我眼睛没有揉，但是它里面好像有东西。好，晚安，早点睡。笑死我了。对，麦当劳。海底捞，对，海底捞。楼上就有海底捞。上一个礼物真不错。是什么意思啊？眼睛怎么了？不知道，可能有东西进去了，红了都。哎呦。因为。有点奇怪，我的现在是好嘞，好的，中泰员工餐是什么？你是说楼上那家吗？楼上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全世界都有的那个餐叫什么来着？叫谁的脸型很漫画？叫什么来着？应该说的不是叫都城，没错。全世界都有分店的感觉，不管在哪儿都能点到，服了呀！我们刚进团的时候天天吃那个。我涂的其实都是同一种色号，说实话。隔壁肠粉店倒闭了，是不好吃倒闭的吗？对，沙县还挺好的，沙县还是。我涂的一直都是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好饿！以后换一个稳一点的夸。对啊，好吃的可以一直开。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觉得我的发色不好看，因为我刚才下班的时候问你。性女愿吃一个月的好吃的。我跟你说，我问他，我说我的发色怎么样？他说，你洗掉了。对啊，那个网吧，要不我去开一家。就是不好看的意思。麻烦大家。我懂。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粉丝的身份证了。洗掉了。哈哈。我问他好不好看，我就可以嘲笑你们，我就可以哦，这样我记 ID 就记得很快，对不对？我就帮你们每个人身份证拍下来，然后呢？好吧。对，存起来。哇，我太聪明了，就是这样。笑死。这样的话，谁要是敢推我的时候转推或者看别的小偶像，我就挂他。让我打开相机看看什么？
哇呼，他逃走了，笑嗨果果，我好聪明，而且我现在果果我的发色怎么样？我现在那个什么就是我好聪明，我就是果果也合影的时候我一般就会把那个拍立得拍下来，然后写上 ID， 然后我就知道下次就知道你们是谁了，聪明吧？行吧，就是我眉毛太画的太烂了，在发色机智如不闹，因为你们又不发自拍给我是吧？因为真的很丑，你们不发自拍给我，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其实我今天因为这个，你们难道就指望着那一两次？我和姐姐沟通有问题，姐姐以为我说跟我这样小声的说一声，我就能记住吗？那肯定记不住呀、啊，对吧？所以就只能我以为是他又允许我染了，这种办法，然后还聪明机智的办法，就是。也不是很生气，就意思就是说，我要不就别上公演了，要不然就给我喷，没事，要不然就喷黑，所以我都哭了，再加上我会发现，没电了，然后我就忍不住在那哭，干嘛？你没有小号，非常乖。其实也不要骂，也不要，哎，没必要骂了。不用骂这个，只是因为大家沟通有问题吧。然后姐姐说，你也没有小号，姐姐说不适合这个颜色。太谢谢夸奖。对，不能染。她说意思就是说也不是不。现在才接单我的外卖。就是、自拍和真人长得不太一样。可能她觉得要那种。哇，真的吗？谢谢。发大家发房间互相相个亲啊，附上简历啊什么的，那种可以吧？不是，对，吃完可能会晚一点，所以明天不能撤。发型师姐姐是说害怕大家附上简历啊，然后家里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搜搜一样，家里几口人啊，剪很短就会断，然后呢再加上什么什么，然后梳头发也很麻烦。家里有没有猫啊，有没有狗啊，是不是猫狗双全的呀，年纪轻轻。不是，我婚介所，婚介所。对啊，我是染的。怎么可能不收钱的婚介所，多划的多划算呀，对吧？然后姐姐可能就是推的什么小偶像呀，日系一点吧，会不会转推呀，然后什么。能不能接受对家的粉丝啊？可能觉得黑发比较，就是深色的比较推的适合我们公演的吧，就像四班的歌，对吧？笑死！谢谢巧克力，巧克力的诱惑吸引着我，在你入口的时候开始慢慢享受。没关系，最佳粉丝可以发展成一家粉丝嘛。我想要充电线。哎，是不是在那边？在我包里。可能是。哦哦，我还有10%。那怎么我就没充上？对，都是一家人。皮肤真的很好吗？那是因为滤镜开打了。可是我完全不觉得我的头发。哇，新年快乐！已经12点多了。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干，但是也还好。甚至说话也是……哎，你不是去加班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快去快去，有加班，有事儿了大家快去、啊。因为我觉得是口红，没事可以看那个录播，然后可以看回放。涂了，然后哎，不好意思，拿错了，然后。涂了又觉得不太好看，我是说口红丑，我是口红丑。对，你们去吧，谢谢姻缘棒，谢谢姻缘棒，姻缘棒，姻缘棒，姻缘不棒，姻缘棒。
看了，好好看，什么意思？谢谢巧克力，谢谢一元棒，谢谢巧克力，巧克力，一元棒，感觉巧克力一元棒，微信啊，谢谢一元棒，为什么？谢谢一元棒，是因为香蕉吗？谢谢，谢谢，谢谢玫瑰花，隔壁，我觉得香蕉。我们今天去的时候排练，然后排练的头发都。都湿了，改变油了都。改变，有的是时间却让我发现。改变，我觉得谢谢巧克力，巧克力，对吧？张若昀唱歌好好听，好吧，确实。有的是时间却让我体验每一天。哒哒哒。不过这样子还挺有特点的，对吧？像小孩儿，我的宠物鸡都死了。他说我像小孩，哦，对，我今天唱，我那天去录改编的时候，那个就说我太小孩。小儿歌叫他不要像小孩。他说我像小孩儿一样，就是叫我不要，他说不要小孩，不要小孩。可是为什么巧克力可是我会变硬？已经很努力。因为巧克力很有力。他说他不要小孩的下周见我都无语了谢谢巧克力巧克很有力巧克力充满卡巧克力吃多了会放屁其实不会真的吗红薯吃多了会我只知道吃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好奇怪啊要放屁啊长发好看吗为什么要讨论屁对啊是你在那说的你看这样看手好短会胖吗、哦、对黑巧不会胖吧我之前点了烤红薯你点了外卖吗不是我说我上次不是烤肉的时候点烤红薯，然后你说帮我拿一袋，你又吃，人家又痛，不会，还好吧？不要吃，给我给我，我还我要不然我的兔子就会坏了。那你叫叫姐姐，求我。你们看这是什么人啊？这是我那天。我那天点了那个烤红薯，然后张总说他不吃，然后说会放屁吃多了，然后自己后面吃的很开心，你们知道吗？小孩子吗？说给我给我，不就是这个红薯，好烦啊！我不想被别人说是小孩子了。那你承受点，好吗？嗯。那你求我，承受一点的求我。给我拿。这么凶。包装纸塞你嘴里，我跟你说，长大了，叫个姐姐怎么了？嗯？撒个娇。哎呀，我自己不拿还不，我自己不能拿是一样的。对啊，你自己不能拿，你自己去拿，让你快点拿一下这。谁顺便了？我一点都不顺便。这样子会显得你人很好。哎呦！哎呦！啊！算了，我帮你拿吧，受不了了。天哪，张润，无语。成熟的孩子要自己拿东西。这是就近原则。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你们受伤了。谁给你就近了？谢谢谢谢闹闹。好狠啊，这个女的太狠了。外面充电呢。大晚上吃辣的。嗯，靠下怎么了？我帮你拿了，会掉一块肉的。你先靠我，我怎么没掉？太胖了，感觉。拿开，张润，嗯，嗯，你是用纸大王？这是你弄的吧？湿的，这是红的，是刚刚染到的。哦，哦，是你的，哦，是这个水漏了。真是，干嘛？什么意思？
吴雨霏隔壁同班同学是我妹妹。我们听什么？我们听原版改编，好好听。就她的声音就是有点那种三无，就很那种，你们听，好好听啊。就是声音比较。噔噔噔噔噔噔。对吧？我觉得声音有点像，说实话有点像单一的声音，就那个。应该是单机上拍，哦，就有的地方的那种唱的感觉很像单音，就和单音，对不对？你听，好喜欢是吗？喜欢就快去 B 站给小哥哥投币。这还好，但是有的地方就有的字句。可能是因为那个声线，对声线是，对啊，我都红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因为没有时间排。I have so much time 还没看过队伍的还不看。还有你身上的是同款的外套，谢谢奶茶，难道不会太无聊。上次的香水味道和你不可妆容大同小异的色调，难道要永远学？你这个名字有点牛啊。对，我们之前有个面试，然后表格上面要填你的圈内好友，我就填了他们俩。好吧。改变。等我一下，我扫一下。妈。都该让自己活得惊艳。哦哦。发现想小肥啊，小肥。可能要很久之后了。你不需要再。谁数不到？我们来听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因为我们队实在太多新人了，然后要排的话就很慢。我觉得香蕉的没有修过的还好听一点，我觉得这个有点。怎么了？有点怪怪的。是吗？我没有认真听，其实。你放下，你放下修过的。什么有毒？新鲜。哦 ，I have so much time，I have so much time，I have so much time，If you want to you could be shy。你就要回去了。等一下。MC 为什么要拍呀？MC 就还要下载。MC 就很即兴。就月底就回，就过了两天跳完公演，然后我三十号要去拍照。好，希望暑假回来的时候能看到。谁很凶啊？这谁的啊？他们好凶。就我们的吗？对。怎么这么凶？就晚上天回去了。今天吗？很即兴，对。突然对口型是夹上去的，原本题目好像是当然了，就是玩过很多次。教室让口红更加鲜艳，众人焦点去自信的学员，这照片吧。这发色眉毛，是我眉毛真的画粗了。改变有的是时间，却让我惊艳，每一天都让自己。也不至于。哼，又是上半身舞者。发现今天会变得比昨天更加新鲜。那不是挺好的。Oh, I have so much time, I have so much time.I have so much time, if you want to, you could be shy. 关不掉。
怎么又关不掉了？而且我今天那个 MC 的时候腰好痛啊，没憋住，没关系。难道不会太无聊？我没有眉毛怎么染？是我腰一直，我感觉我腰一直有问题，我一直没去检查过。我的腰就是稍微就是站一会儿或者坐一会儿就会。你的礼物也好，哦，椎那儿就很痛。没关系，反正我记性不好，差不多该忘了。可能是我平时坐姿的原因。谢谢巧克力，巧克力都有火，看我的新背景好看吗？我的腰就可能好看吗？对啊，我很宅的。有没有圣诞树？有种圣诞的气氛，然后我们到时候把上面挂我们的照片。更加新鲜，我。不知。什么叫什么包着？好看哇，好看哇，好看哇！我们来挺浪漫，大家看。哈，你先把那个倒。我不倒进去吃。啊、前景好看。对，我也觉得我要没电了。我播到20分吧，好吗？以为是真的圣诞树。对啊，我就是，我就是要把一个我的东西吃到腻。那你跟盖盖好像。然后一个东西，对，不是变态啊，我都还没到，我看一下几点。15%的电，也不是不敢，就我觉得变态辣肯定会把我胃辣痛，所以我就没有买，我就选择的特辣。还有15%的电，应该还能再撑一会儿。啊，我的，它这个还是挺项链，忘了还那个。你们有买吗？你们有买这个？忘了还小粉。我感觉好像那种，我好像推销的呀，就是你就感觉我像认识这家店主一样，其实我不认识。你也是我，那你充电吗？谢谢奶茶，对不对？我还把人家店名发出来，是那种像那种自己那种开的店做的一样，不像是那种旗舰，其实那种旗舰店的就是那种不好吃，要这种家就是奶茶自己炒的奶茶，奶茶，大家懂，懂。看了我好想喝奶茶，怎么了？对，自己做的就是那种他们大眼睛，每他们大说的是每根兔子都是现炒，然后再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我下次要找一些新的素材，然后去让他们变成这样的人。大家有天天在那些公演 MC 上喵喵喵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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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啾啾啾。谢谢谢谢。对，确实好抠啊。眼睛很亮吗？那是因为开灯了。好的，谢谢。怎么指甲？谢谢奶茶。这个是刻刀。啊，我出表情包吗？小粉是高伟然。为什么？为什么、啊、还有5分钟？我希望我的手机15%的电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因为、哦、没找懒得找，就近拿一个，就近拿一个不好吗？为什么要喜欢吗？为什么要还要去找那些？其实这不是我懒哈，这是真的，你就近就有东西。秀眼妆环节。我眼妆画的不是很好、啊。你明明就可以直接这样子，为什么还要多做那些布？对吧？给大家看看我的眼妆。哇，太好吃了！我最近买了新的刷子，画的挺好的嘛，我觉得画的已经掉光了。试一下。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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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吃吃。谢谢。帮我拿一个水嘛。干嘛？求求我。好，我不拿，求求你快帮我拿。
有一点辣，还是要，可是我是能忍受，要可乐还是要椰汁，等一下我找一下吸管，我早就没有骨气了，我以前我别人叫我说求，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高中以前，高中以前没有辣到，我只是想喝水。哎，这个可以那个吗？什么叫我辣到了？我只是想喝水。我下次要让他叫姐姐哈。他已经习惯了。我当然去过，我的姑妈就是自贡的，我以前小时候每年都去，就过年都在那边。他习惯了已经。他已经长期被压迫。你们有去过自贡看灯会吗？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呢？就他们自贡人说话都是一个样，我感觉像一个人在说话，口音都很像。自贡是一个地方。对啊。我还以为是自己产的东西叫自贡。是这个自贡。自己提供。我学不来，我已经忘了，但是一听就听得出自贡啊，不是，反正他们就是一听就知道是自贡的，自贡和内江有点像。做灯会赔了好多钱，可是自贡灯会是最有名的吧，每年都有一个很那个的。自贡人，他叫去自贡看恐，我说实话没有看过恐龙化石。哦，真的很多，他叫我姐姐的记录嘛。哦，继续说。对，我不是说吗，我以前从来不会求人，因为我一直铭记我妈妈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随便求人，就是求人就是不好。我的晚饭也还没送来。然后我就从来不会求人，只是别人叫我求人。我好认真是听妈妈话的。我都不会求，但是自从有一次我求了之后，我发现反正求都求了，那就求吧。求人只有一次跟无数，只有零次跟无数次。就觉得已经这样了。求了。全求人是什么？求求大家，早点睡觉好吗？真的，就像我。从来不想打耳洞，但我现在有，我觉得我早点睡觉，再不睡你们头发就要掉光了。因为我以前很讨厌自己身上有受伤的地方，但我发现我有伤口之后，我就觉得那也可以打耳洞了。你头发很多，我以前头发也很多，现在。别人求我。拜托拜托。其实我不太喜欢别人。不然你在，我不喜欢别人幼稚，就是不然你就可以自己拿镜子。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打耳洞？看到海了，要。但是耳洞我觉得很丑，就是它你不没有它有个印子，好丑。还好吧。好，拜托拜托，大家早点。我不喜欢别人幼稚，我觉得因为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幼稚的人。我跟你说，我这长了一颗痣，我以前你搞你把那个打耳洞搞得像什么呀？还高考完再说，这还有个以为耳洞哎，要挑个良辰吉日，要先沐浴之后再去打，挑选一个吉日，其实好像是对啊，我这有颗痣，对，因为不会发炎。我妹妹这里打了，就是三角形这里。哦。还挺酷的，我之前打了耳骨，我有五个耳洞，牛哇牛哇。然后我发现，耳骨的不怎么戴，它就容易长回去。谢谢你，哦，夸我美女是吧？打耳骨一样啊，就是跟下面一样的，就不是很痛。我都没打过，我不知道。是倒也没有，我没有保护他，我老骂他。是跟订书机一样那样子打。我真没打过，太幼稚了。而且我以前觉得打耳洞的是坏人，因为说初中啊，初中我是一个除了成绩不好，其他都挺好的一个人。谢谢大家很客观的陈述，我是美女这一件事实。然后我就觉得打耳洞、化妆那些、染头发都是坏孩子。谢谢。虽然其实这个也不代表这样就是坏孩子，我现在知道了，我没有在骂大家啊，我没有，我不是那种，我不是。闹闹和肥肥怎么认识？我现在没有肥肥是我妹妹啊，你们不知道吗？新粉是不是都不知道？谢谢奶茶。
新粉是不是都不知道肥肥是我妹妹？哦啊、完蛋了，我超过时间了，21分了。其实成绩好才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好孩子。我现在悟了，不知道。哎，只要你成绩不好，你其他再怎么样，你也25关不是他们眼中的。Uncle Lu， 对啊，成绩好，然后你做那些人家说，哎呀，没事儿，大家是不是都不告诉我时间，然后搞得我，然后超过。哦，对，这是我的一个越南牌子的衣服，好看。对，最近有人说什么？我不是会被大家一直说好看的人。不辛苦，不辛苦。就比如说刚去学校，可能大幅跌级，同学会觉得哇，我好，挺好看的。然后后面就不会觉得，就可能我不耐看。哦，刚刚有人说20了是吗？没想到我没关。我是学霸，我看我的脸就不是学霸。好看吗？啊，完了，明天不知道穿什么了。而且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和一个人认识久了，就你看他，就比如说你的很好的朋友，他问你你是好看，我是好看还是丑，就叫你回答他，其实我自己都回答不出来。制服不是制服，就觉得他就是他，我已经分不出来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了，你们懂吧？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不好意思说不好看。也确实，但是。也不至于到我会觉得丑的地步，但是美女的朋友都是美女。直播电台同时播什么意思？但还是有那种一直都很好，就是怎么看都很好看。就比如说，明天晚一点出发，发了一个我们学校那个，可是大家欣赏不来这种风格。懂了，可能是因为你不熟。就那个，你们知道吗？就那个。五官很立体的，就是对和果还有2分钟，我就要关了。10%的电，我应该可以撑到关直播。对，谢谢奶茶。而且有的人，哦、不会第一眼觉得他好好看，然后相处久了觉得哇，他就是不丑，就很耐看。对，欧美妆那个。我的还是美的吧，我的牙套居然戴完了，美已经。每个人。审美不同吧，可能。谢谢玫瑰花。进步好多，其实也没有进步好多，只是现在就说我丑是吧？好，大家晚安。好吧。说一分钟的晚安。哎呀，有人刚进来。确实，我知道。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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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拜托，早点睡。知道。懂的都懂，拜托拜托，早点睡，晚安。拜托拜托是什么？拜托，早点睡，不然下次握手的时候，大家就坐着，我就站着，我要看大家的海，哎，地中海。闹闹看我19年的公演。拜拜 MC， 他说我怎么长这样，好土土。拜拜。19年就是我去你们队。哦，我去你们队。张润，拜拜，晚安。我来恩岁的时候。